次氯酸钙 （KaOCl2） 是次氯酸钙的正确化学式，各种工业和家庭应用中的消毒剂和氧化剂。羟基氯化钙的化学式是 KaOCl2。次氯酸钙 （KaOCl2） 和羟基氯化钙 （KaOCl2） 是两种不同的化合物。次氯酸钙 （KaOCl2） 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用作消毒剂和漂白剂，它也被称为氯化石灰或漂白粉。次氯酸钙 （KaOCl2） 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通常用作漂白剂、消毒剂和水处理化学物质。它用于游泳池、水疗中心和热水浴缸中杀死细菌、藻类和其他微生物。次氯酸钙也可用于消毒饮用水和处理废水。在农业中，次氯酸钙被用作杀菌剂、除草剂和杀虫剂。羟基氯化钙又称次氯酸钙，是一种无机化合物，化学式为 KaOCl2。常用作漂白水、消毒剂、水净化剂，它也用于游泳池杀死细菌、藻类和其他微生物。在农业中，羟基氯化钙用作叶面喷雾剂来控制植物的真菌疾病。